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起早来到了涵肉棚，然后我们来真正来环视一下这个棚内。好，那听说呢他今天又有大批的美肉入棚，那早上已经有一波肉被带回家了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还留在棚内的美肉。若是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你帮我点点订阅按赞，谢谢。那我们就先从这里的超大碗虾来看一下，很漂亮，而且价格非常的漂亮。好，然后这里是蓝光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隔壁的，这个是水瓶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白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洛神法师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彩虹。它的西彩虹价格非常的漂亮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娜娜小钩。好，这个是三色细印。这个是绿熊，再从另一排看起。有朋友问我说，能不能在涵肉棚的部分呢，就是针对每一颗肉拿起来端看，讲肉名。那我今天试着，但是可能会有时间上面的长度的问题，那我就尽量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女美月，这个是正版韩国桃之卵。远方的朋友有看到漂亮喜欢的桃之卵吗？好，这个是小人寂静。好，再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紫星，这个是千代田之松。哦，梦庄看不清楚，爱心。现在看到的是雨滴，来，这个是蓝马刺。大家闺秀秀妍。哦，来看一下最美人醉话。
唐国法师。好险，就到了。粉红玫瑰。这个是博心，这个是小米心，那现在这整盘就是盘肉的，我们就来多肉点点名了。这个是劳伦斯，这个是薄叶蓝鸟，这个是艾格利亚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荷花。好，这个是硬玉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到这里，哇，碧云丝绒很漂亮。好，这个是卷卷，蜘蛛丝卷卷。好，这个是丽娜莲。好，若是你喜欢今天影片，欢迎帮我点点订阅按赞，谢谢。这是粉格林。这是雪之玫瑰。好，摩羯座 SP。好，多肉点点名，今天这个是财路，祝大家财运亨通。然后这个是蓝鸟。好，青竹莲。好 ,TM。210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一下黄飞晃。哇，这个地亚好漂亮啊。好，来完叶红丝。大陆路，大陆路是什么？好，来看一下奶油爪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欧派特。紫风车，哦，老梗哦，老梗。好，马库斯很漂亮。好，这个是灵谷天章。好，咖啡豆。阿尔卑斯山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雪兔。好，来看一下这里前排一整排的神童，有喜欢的人可以把神童带回家哦。巧克力幸福娘。哦，乒乓福娘。这个是蓝杰。好，那我们
们今天韩若鹏前半段影片就先到这里咯。那如果是你喜欢今天影片，欢迎你帮我点点订阅按赞，谢谢。